你怎么会报名参加这个节目？那我当然是知道你也来参加了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郭馨宇告诉我。我就知道是他。那你专门从青岛过来的？那当然了呀，约会地点是操场，是就是这个操场吗？对呀，我今天的约会任务就是在操场唱歌，你的任务呢就是帮我找到五十个听众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五十个听众，你唱歌这么好听，那肯定不用我叫也会这么多人。那可不一定，最近天气特别冷，加上今天又是周末，这可是个难度不小的任务呢。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晚上好，欢迎大家在周五晚上来到我们爱乐协会的草地音乐节。接下来第一首歌由我们美丽的女明星严雨希带来，一首嘉宾，大家欢迎。打扰一下，那边有超好听的 live show， 你们可不可以去听一下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超漂亮的小姐姐在唱歌。好，我们等会儿过去吧。好好好，我们再去吧。好。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，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你。说好的永远变成了自己，用心的祝心祝福你，请原谅我不体面没出息，选择失陪下线离席。哎，同学你们好，那边有特别好听的 live show， 可不可以去听一下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下离五十目标又近了一大步。那接下来一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送给大家。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哎，同学你好，那边有小姐姐在唱歌，特别好听，可以去听一下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就在这儿。好，谢谢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都忍住不可惜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爱你，也一次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。在那个风沙里望着你离去，多近悲伤的不能自已，多盼能送尽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爱。哎，同学你可以坐到前面来看，同学你可以坐到前面来看，你们可以坐到前面。